Hello， 大家好，吉拿刮这一张幸运777刮刮乐，每张售价新台币100元，头奖奖金有70万元哦，还有超过8万个700元含以上的奖项。这次挑选的尾数是69号，上一张中了100元，希望这一张也可以中奖啦。它有两种游戏方式，这次先来玩右边这个好了，一样把它放大。好，游戏方式这边有说明哦，在任意对角线或者直线横线有刮出3个07，即得奖金栏的奖额。好，先把奖金栏刮出来，多少钱呢？奖金栏300元，也不错啦，如果可以中300也是不错的，毕竟这张成本才100。来来来，来个07、05，没有，再来04，什么都没有嘞。07、547，来刮中间这个，看多少嘞？02，哇，中间也没办法连成一线，所以这边07也没有用了。剩下这边呢，04。奇怪，这张怎么赶上刮起来都不是很好刮，是有湿掉了吗？没关系，一样把它刮完。这张这边07没有，好，上面这边都没有，也不可能是对角线的。来，再来，来个07、01，啊，这张没左右边这个游戏没中了啦，真可惜呀、啊。300元没有了，来看看，刮干净一点，应该是没有错，对，都没有连线。好，马上来刮左边这边，游戏方式在这边有说明，刮出3个相同金额即得该奖额，还是说刮出一个7即得奖金700元？好，马上来刮刮，700元也好了，对不对？来个7，这个是不是没有？100，好了，要求不多了，如果跟上次一样有100元也不错了。哇，7万跟70万，我已经有3个号码出来了，要3个一样的呢。哦，2个，各100、1000万、10万、七十万，有没有可能这张是奖金呢？有没有可能这张是头奖 ？T， 有没有 TOP？T。U， 哇 ，U 不是 O， 哇，那这张看来应该100，再来个100吧，要求不多了，再来个100，有没有？来个100，还是70万，100跟70万，哪一个一样的有没有？七万呐、啊，啊，又杠估了，七万。七十万，100，要3个一样才可以。那这边呢，也是一样，没有中，没有连线啊。这一款好难中奖啊。没关系，最后来总结一下，这一张售价新台币100元的幸运777刮刮乐尾数69号，宣告杠估，做了100块钱的公益。那就谢谢大家观赏，再见喽，拜拜。